伫古镇国小学新所带来精彩布袋戏演出，由宜兰社区所主办的活动嘛，即时展开咯。社区理事长李怀玉除了要大家看到社区的努力，嘛要甲大家讲轮饼糕的由来。因为反正轮饼糕就是，以前啊，这盖住水，叫这太祖吼，买了，要去来叫落来，叫袂落来，火烧山，放火在烧山，在烧死，啊烧死买了，在后面就开山大地。开始在地，啊！到迄两日拢未使，未使起火煮饭啥物，拢啊食即个大就对啦。啊，即等即个轮饼糕就是调来啦。啊，我就是从即个来纪念即个，阮种个即个开山大地。这用稻草甲轮饼糕来作为社区的发展特色，确实是真特殊。既然村长柯金华表示，用因村内信仰开山大地为主来作为社区的发展，嘛希望让大家看到因的社区。阮社区嘛希望讲，借着咱庙的这个盖厝村啊来发展到这个轮饼糕，因为轮饼糕咱所去别的社区吼，足少拄着讲有搞轮饼糕的社区啦，所以讲。其实讲，咱有一个特色来甲发挥。今仔日古镇国小的师生嘛，全部动员来协助社区进行活动。校长王文才表示，透过活动，麦当学生更加深入认识在地特色。提供地点，想到咱办活动过程呢，学生啊，一年啊到六年啊，拢有当参加因的活动，想说学习咱的乡土文化教材相关的。我今仔咱的布袋戏，我来配合因的来做演出。咱伫十月，我那边去布袋戏馆做演出嘞。有素食的、用心的、够传统的轮饼糕，宜兰社区嘛邀请大家有机会来食这好吃的轮饼糕，用稻草来发挥创意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